代表着对于妈妈的祝福，对于我们今天的主场的祝福。而这一刻呢，也邀请我们的妈妈一同转身来面向后方的入口处，恭喜最美丽的新娘以婵起机场。掌声来送给我们以婵。从小到大的以婵都是由我们的妈妈最温暖、最细心的呵护照顾着。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宝贝女儿也准备出嫁了，妈妈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以前这一位好女婿呢，一定会好好的来照顾她的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妈妈从小到大的呵护，以婵呢都有牢牢的在心，住在心里。所以呢，以婵也想把这一份感谢化作一个大大的拥抱来送给妈妈。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呢成为我身后最重要的避风港。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了挫折，可能会遇到了困难，但是呢，我都不害怕。你的身后保护着我，支撑着我，成为我最重要的避风港。当然，这一份非常谢谢妈妈从小到大的照顾。你不只是我的母亲，同时更像是我的好姐妹一样。虽然小时候的我可能有一点叛逆，可能有时候会不听话，但是呢，妈妈的一字一句，我妈妈都知道。这里的一字一句的叮咛呢，都是来自妈妈的担心。未来呢，妈妈你要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同时呢，也会和眼前的流程呢一起好好的陪伴着彼此。这一刻，也要邀请妈妈牵起宝贝女儿的手，同时也牵起眼前女婿的手。正式的将宝贝女儿交到罗成的手中哦。简单的工作，责任的重负，罗成，好好记住妈妈的叮咛。我相信这样的交付仪式呢，也代表着妈妈对于你的信任。我的宝贝女儿就交给你了。